们也是受害者，要尊重他们的想法。哺育你们成长的记忆，对于柳阿姨来说就是最珍贵的宝贝。好，好，好，过来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丈夫早就把财产夺走了。现在把我踹开了，钱怎么办？福利所不会跑的。不可能！别说了，钱怎么办？申请不完。你到这儿又说了这个。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哎呦，真哭了！等会儿说啊。